好，我是出炉下的小姐姐 Gaga。 那本期的节目终于更新了，这期节目的看点呢就是融合五种大比拼，还有一个就是抢七大战。那到底有什么精彩呢？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Sunny 和朱莉跟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看吧。我们将用抢七大战的方式，抢七大战这个手累的好人好累啊，非常累，好累啊，每一个都要跳。抢七大战是很，但是抢七是可以看出一个舞者的那个临场应变能力跟他的实力，那个笑容就已经赢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身体，哇，这身体素质真的是没办法，真的是。而且步步不做地板动作都能做得这么花花，真的都很牛生的，我觉得。我感觉到王一博真的是今天最激动的一次开始了。王一博活过来了。对对，哇，步步三跳。哎呦，哇，步步这个，你看。王一博好激动。王一博来追星了，老师们也都很激动啊！老师们都很激动。哇！这似倒非倒的小步伐，而且好快呀、啊！到左边一下子到右边了，腿长步子大。对呀、啊。你看唐仔，唐仔好像一脸很生气的样子，步步就是步步就是很轻松。刚刚就是有挑衅的动作、啊，对，还有一发那种。对。哇！我好激动。王一博是不是现在能体会到我们追你的心情了？他是追步步，我们追你的那种心情，粉丝看见偶像的心情。就是他们感觉是在玩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，而且步步他一点你都没觉得他累，一点都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呜、嗯！哎呦！四票了，真的看了一让王一博砸凳子的男人，是一个让王一博上头的男人。这就是街舞3D17，更多精彩片段，请期待下条。